中共中央办公厅管理员王立军私自进入，被贵族很足。中英使馆在十六时间进行调查处理情况。我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国务委、国家机关国务委党组党委、解放军国中部、各大单位党委和人民团体党组，二月六日发生了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北贵族成都中英使馆十六时间，叫私自进入北贵族成都中英使馆十六，这个就是那么一个地形啊。给中央要求延长王立军时间调查处理有关情况通报处，一对王立军时间的初步工作情况，初步工作情况。二月五日十四日，二月五日十四日，三个人去两点半，下午两点半，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进入北贵如成都中英使馆四川省国家安全厅，发现并确认之后，向国家安全部报告了有关情况。接报后，国家安全部立即向中央汇报，驻军讨论主题等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事件高度重视，及时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处置原则，果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二月七日下午赶赴成都，到美国驻成都中英使馆对王立军做全部工作。此前重庆市委派出有关同志进入美国驻成都中英使馆对王立军进行全部进入工作。二月七日二十三时三十二分，王立军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中英使馆，就是说七号的晚上十一点。二月八日，国家安全部将王立军带到北京接受调查。二月九日上午，国军讨论主席组织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有关情况的汇报，就事件调查处理工作作出部署。会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省书记领导干部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十六的事件，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社会关注度高，一定要高度重视，严肃对待，稳重处理，努力把这一事件给党和国家事业带来一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会议决定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组织专门班子，负责为王立军事件进行调查处理。重庆市采取以这一事件有关的措施，要先请示中央统一。二月九日下午，
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向各县来通知，电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有关精神，并提出了相关工作要求。随后，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主持召开会议，研究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的具体措施，组建由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专门班子，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对王立军事件展开调查。专门班子组建以来，主要开展了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与王立军本人多次进行谈话，了解其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有关情况；二是派国家安全部、中央纪委有关同志赴成都，对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的情况和原因进行调查；三是及时发布相关消息，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四是做好外交应对工作，以防王立军事件影响我对外工作的大局；五是协助重庆市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这是第一个部分，调查组织的工作。第二个部分，对王立军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先有一份查清了王立军事件的经过和原因。今年1月28日，王立军到河西来通知汇报有关重要案件，以和与家人有关。由于办案人员为此感到有压力，已经接了辞职信，希望河西来同志予以重视，妥善处理。河西来同志对此十分不满，随后到市政府、市纪委、市委组织部重要负责人上面，以多岗位全面锻炼为由，提出要调整王立军的工作。2月1日下午，重庆市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免去王立军的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事先，公安局征求公安部的意见，王在市政府不再城管公安执法工作，调整为城管教务、科技等工作。对此，王立军思想不同。2月2日，市委有关负责同志到市公安局宣布王立军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局长职务后，在河西来同志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压力下，有关方面以各种名义违规审查王立军身边工作人员及有关重要案件的办案人员。王立军认为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遂决定出走，并于6日下午，在事先未按程序报批的情况下，独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先给美方人员谈了开展所谓合作事项，随后提出避难的请求，并根据美方要求写了政治避难申请。
我们就没房要求去了。70万，经中央排除通知，当年驻王的工作中，王立军同意自动离开美国驻成都，终于是到。这是第二个问题，王立军是初步调查结果。三，对王立军事件的处理意见，中央认为王立军事件是一起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的严重政治事件。王立军本人对事件的发生不直接责任。薄熙来同志作为重庆市委书记，为主要领导责任。这次中央决定按照法定程序免去王立军的重庆市副市长职务，薄熙来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职务，由张德江同志兼任重庆市委书记。中央这一决定是经过反复权衡、慎重考虑做出的。这有利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有利于维护党和政府形象，有利于维护党纪规划的尊严和权威。目前对王立军事件的调查处理是初步的，有关方面正按照中央统一部署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则，严格依法进行深入调查，在问题彻底查清之后，再做最后结论和下行之后，再做最后结论和相应处理。这是第三个问题。对王立军事件处理，四对做好当前和下一步工作的要求。王立军事件的发生再次给全党敲响了警钟，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务必从王立军事件当中吸取深刻教训，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认真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党的十八大召开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一是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思想引导，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正确处理和坚决支持中央决策部署，相信中央有决心、有能力处理好这一事件，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神上来。二是全体维护社会大局问题，尤其要把保持重庆社会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注重将重庆市这些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绩，重庆市广大干部群众为之做出的贡献，以王立军事件区别开。最大限度地保护和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确保人心不散、工作不断、秩序不乱。三是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新闻舆论单位要自觉遵守
中央统一口径报道有关消息，要加强网络入侵监控，及时封堵和转取造谣、抹黑和煽动性信息，实施释放正面信息，增强网上正面舆论的影响力，要加强边境检查，严防境外反动出版物流入境内，实施联名党的政治记录，要从保持当地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高度，教育引导、国际领导干部全面正确把握和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统一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能阳奉阴违，各执行其事，务实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要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严格按规定和程序办事，坚决防止个人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坚决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福四海，人人为先，坚持公道正派，公开透明，切实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坚决反对凭个人好恶误人。就是大力加强党中廉政建设，要教育和引导广各级领导干部，切实增强同志意识，始终坚持两个目的，大力发扬求真务实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的政治观，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努力取得尽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工作的影响，要加快建立建设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加强对权力游戏的监督和制约，加大对腐败行为惩治力度，以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成效虚心一命，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中央。中共中央办公厅2012年3月15日，这个传达也就传达完了。我可以怎么来办呢？就是中央对我们提出的五条要求，这个第一条要求，我们全体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忠心拥护中央对网民的实践主义，忠心拥护中央对重新社会主要责任的制度调整变动决定，把我们的思想真实和行动统一上都是中央的基本上，大家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确实中央人民还有心灰心啊。那么黑妹子的一些意思，这个把当地人他是三省省委书记，两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现在是一个副主任，还在兼任重庆市委书记，这非常清楚的表明党中央对重庆发展、为重庆工作、为重庆的势力、为重庆的人民确实是高度重视、高度的
在一起，我们应该完全相信刘伟兰给教育他。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大家必须要注意啊。第二呢，就是要建立全球化大同盟。中央非常聪明，非常客观，非常重真正客观事实。包括李军事件，以重新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以广大人民群众做出贡献和批评。那也就是说，我们中央对重庆的广大人民群众是爱护的，是信任的，对大家是肯定的。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所以要开始保护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这个同时呢，他们讲到什么情况？这个胡锦涛同志强调，中央是充分信任重庆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相信中央的决策会得到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最大限度的保护和调动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依靠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保持重庆的生命，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工作的继续发展。也就是中央总书记当然是充分信任重庆的广大干部，那么我们广大干部群众已经不要辜负中央的信任和支持，自觉维护团结稳定的政治大局，自觉积极努力把我们工作做好。今天来的都是我们我所提倡的领导干部，党员领导干部，大家一定要将人扶大局，守旧，维护稳定，把工作做好。这是这个第二点。第三点，把握政府的语言导向，政府的语言导向就是两点：中央统一部署来报告有关情况，要真正宣传救国。那么，我们宣传有关部门啊，要加强网上舆论监控，及时通知和关注这个造谣、破坏煽动性信息，及时释放，实时释放正面信息，这特别要防止这个坏人挑拨、操纵、背信，破坏我们的安全环境，防止这个。第四阶段建立真正组，保持我们党的坚定和团结性。这个教育部领导党全面建国，把握和贯彻党的基本理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理念，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同意胡锦涛总书记，同意那个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党中央保持高度。我们很多人来听歌能够上网啊，希望大家遇到这个问题啊，这个要坚持正确的语言表现，坚持正确的语言表现。昨日袁英超同志在讲话的时候，他王立军呢，他比较坚持组织主义，坚持思想主义，他是另外一个我说就是怎么调整都不变，所以这个要区别开啊，区别开这个概念问题。这个第五就是建立民主制度，不发言应该蛮区别的。第六就是加强党组织，我看我们这个全体党员呢该把握好，应该做得好啊，所以发挥非常不好。这个维护大局稳定，
把经济建设搞好，把一地两区干成实现四大愿，九江国才行，是北美人民根本的，所以把这个心情搞好，好不好？